生活在这个资源富饶的星球，人们对美好生活总是充满无尽的憧憬与遐想。但天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我们理应从有限的资源中开发无限的潜能，将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的东方智慧用于现代材料的研制，随缘开制，料尽其用。一场精准爆破过后，沉睡千万年的煤层被唤醒，巨型挖掘机深入人工开凿的峡谷，这些黑色的石头在数千万年以前还是植物的尸骸，深埋于地下后，它们把从光合作用中积蓄的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再见天日时，已经是自然给予人类的丰厚馈赠。据山海经记述，中国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发现和使用煤。燃烧是它最普遍的应用，剧烈氧化释放的热量推动了动力变革，进而开启了工业时代。长久以来，煤炭极力地满足人们的需求，足迹遍布全球，但当它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我们再也无法忽视煤炭燃烧带来的污染难题。事实上，煤的碳氢比例通常在 1.5-1 左右，在石油、天然气等众多化石能源中，煤的热值算低的，倒是含碳量明显高于其他。这表明，我们聚焦煤炭的燃料属性时，忽略了它还适合做材料。严国春，国家能源集团副总工程师，他即将带领我们重新认识煤炭。石油大家都很清楚，就石油化工做成各种塑料啊，这个各种这个材料啊。煤炭和石油从它的分子的结构或者它的这个元素构成来看啊，它差不多。做煤化工有一个很浅显一种认识啊，石油能做成的东西煤炭都能做成。严国春要做的是用煤做原料生产化工产品，开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途径。苗伟，苗伟，容积贝塔塔夫泵出口没有流量，你去检查一下。我可以按照两。操作人员密切监控着室外超过280公顷的钢铁丛林，管道纵横，塔冠凌厉，这是化学工业的标配。只是这里的主角不再是石油，而是煤炭。煤首先要被压磨成粉，六成煤，四成水，加以少量化学试剂作辅，混合制成微米级的水煤浆。流动的水煤浆拥有更高的燃烧效率，更低的污染排放。把它们送进气化炉燃烧，可以获得一种叫做合成气的特殊气体，实际上就是一氧化碳和氢气的亲密组合。再把它们点燃，经由催化剂的指引，碳从一氧化碳中挣脱出来，独立的碳原子伸出四个小手，准备结交新的朋友。
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煤炭朴素黝黑的形象已消失殆尽，显现清澈透明。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它神奇地结出晶体。通过催化、聚合，生成固态颗粒。很快就出来，咱们看看这个产品。现在，严国春要验证这个白色的中间产物是否和他期待的一样。那个乙胶质样做怎么样了？酸值和水。0.03，结果令严国春很满意。这意味着，复杂的化学反应进行到这里，一切都是理想的。反应釜内，白色颗粒在经过特殊的催化，终于成为 PGA。PGA 可不是一般的化学品，而是材料界的稀有物种。利用 PGA 可以生产许多塑料制品，阻隔性比传统塑料高10倍以上。使用后的 PGA 制品还可以在土壤、海水等环境中自然降解。这是几年前在实验室记录的影像。PGA 做成的餐具放进海水中，加速降解后仅需48小时完全溶解。正是那一次的成功，激励着严国春对 PGA 的研发。PGA 这个项目的整个从研发到建设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都给它解决掉了。那首先呢，一点，它世界首套，这个技术没有可以借鉴的一些经验。所以呢，都是从零到一这么一个过程。PGA 这个产品最大特性，遇水它是降解的，所以在生产过程中我还要避免它降解，然后生产这个产品还要满足我们的这个降解的一些需求。事实上，煤化工早在1931年就已经出现，西方化学家甚至曾把煤直接制成油，并以此荣获诺贝尔奖。遗憾的是，那个时候石油仅2美元每桶，石油的价格优势让煤在化学工业上缺乏竞争力，长期低调存在。过去几年，中国利用优势煤炭资源让煤化工再度复出。煤制聚乙烯、聚丙烯树脂颗粒等石油化工中熟悉的身影，经全自动化包装线源源不断地送出车间。中国人不仅激活了煤炭做材料的潜能，更拓宽了人类使用材料的边界。未来，面向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我们必将持续探索煤炭高效清洁利用新路径。太阳落山前半个小时，是检修发电玻璃的黄金时间。今天发电418度，这边发电415。好的好的，你再检查一下下面那个线。12万平方米建筑表面覆盖了68079块发电玻璃，每块发电玻璃可以承担3个成年人的重量。更特别的地方在于，即使是多云或者阴天，这种玻璃也可以敏锐地捕捉弱光进行发电。这是世界上单体规模最大的光伏建筑一体化项目，仅这一栋建筑每年可以发电超过1100万千瓦时，可以节约燃煤约4700吨，减排二氧化碳1.06万吨。这种发电玻璃被誉为挂在墙上的油田，它们能够发电的秘密隐藏在这里。事实上，玻璃本身并不能发电，发挥作用的是这层3微米厚的薄膜。
当太阳照射时，薄膜内部会产生电子运动，从而实现发电。这种薄膜的核心层由铜、铟、镓、锡四种元素组成，它们经过复杂的化学反应，能够合成一种特殊的化合物，以高光学吸收半导体材料的身份，承担起光电转换的重任。如何将微米级厚度的薄膜均匀涂布在大尺寸玻璃基板上，是对新一代薄膜发电装备提出的更高要求，这也是蒋继文最关心的事。把磁条安装到靶材内，放置进真空腔体，接通电源后，磁场像一双无形的手，稳稳地控制着靶材粒子向外溅射的分布。基板玻璃匀速向前，铜、铟、镓三种元素被轰击，以雾化状态溅射，均匀落作玻璃基板的表面。铜镓靶材的辉光呈现淡蓝色，铟靶材的辉光则呈现紫色，它们交织形成一场不太容易被察觉的烟火盛宴。但蒋继文无心欣赏太久，等待他的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他要将完成镀膜的发电玻璃分割，直径微米级的金属刀头慎重下刀，一米见方的玻璃迎着刀头分成百余条大小相同的紫电池，一道道细线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太阳能紫电池，它们彼此串联，通过调整紫电池的宽度，可以实现电压电流的最佳匹配，从而确保发电玻璃输出功率最大化。六年之前，这条产线的投产实现了中国铜铟镓锡薄膜发电玻璃从零到一的突破，并实现了超过20%的光电转换效率。到今天，这里每年可以生产300兆瓦发电玻璃，一年的产量可以安装在200万平方米幕墙屋顶，发电3.4亿千瓦时，足够10万个家庭使用一年。它是两个这种小晶粒合并成一个大的。从皖北来到苏南，另一间实验室里，高清显微镜下呈现三维晶体结构的，正是眼下炙手可热的太阳能发电新材料钙钛矿。虽然钙钛矿是太阳能发电家族的年轻成员，但它仅用了10年的时间便走完了晶体硅40年走过的路。实验室转化率从3.8%飞速进化到25%以上，原料丰富，成本低廉。业内认为，钙钛矿最有可能颠覆晶硅光伏材料。钙钛矿由此走红，并被寄予厚望，成为全球太阳能发电领域最新竞逐的焦点。当前，苏州正在全方位落实总书记指示，争做全国材料产业高地。而位于昆山的这支创新团队对此信心满满，他们正计划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将钙钛矿发电玻璃推向量产，进入全球最大尺寸的钙钛矿发电玻璃产线，碘化铅、碘甲铵等原材料混入特殊的溶剂，以每分钟180转的转速均匀混合，得到的金黄色的液体就是钙钛矿的雏形。它们被均匀涂抹在玻璃基板上，每10毫升钙钛矿溶液可以制作出一块长2米、宽1米的太阳能发电玻璃。40摄氏度的真空环境下，溶液挥发，几百纳米晶体像蜂窝般平铺延展。结构的均一不仅可以带来审美的极致享受，还表明它拥有较高的发电效率。完成涂布工艺的玻璃基板，通过3道激光切割，形成间隔5毫米的电路。借助高倍显微镜，
工作人员将会对这些电路逐一检查。我们组电的效率是能突破18，它的随着温度升高，它的效率还会再涨一点。中国成为世界上率先将钙钛矿发电玻璃推向量产的国家。模拟不同的光照条件，钙钛矿发电玻璃的转换效率可达18%。钙钛矿呢，是会使我们这个成本，光伏电的成本进一步降低到火电以下，这也为将来我们的能源结构啊、能源安全啊，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支持。阳光无私地普照地球的每个角落，但我们需要拥有能够捕获阳光的材料，才能真正将其转化成可以为我们所用的电能。在这方面，中国明显更擅长。我们生产的晶硅电池光电转换效率超过26%，流转到世界各地，每年可以为全球贡献近2%的清洁电能。相比之下，铜银加锡薄膜发电玻璃则可以更好地同建筑融为一体，拓宽太阳能发电新场景。而最新研制并量产的钙钛矿电池将会进一步将光伏发电成本降至火力发电之下。在中国，太阳能发电方式已经多到超越想象，它们彼此互补，相得益彰，不仅为中国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按下加速键，也必将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中国力量。九月，福建夏日的热浪还未退去，一场低温测试即将展开。8平方米的密封箱可以制造-40摄氏度的寒冷。迎接挑战的是一款新型动力电池，钠离子电池。电动汽车拥有者大多有过相似的经历，每当步入冬天，续航里程就会大大缩水，甚至打开空调取暖都是奢侈的。症结在于，目前广泛选用的锂离子电池非常惧怕低温，就像寒冷中手指长时间暴露在外会变得不灵活，锂离子同样也会冻僵，以致放电时嵌入正极的动作相当迟缓，前边的还没进去，后边的就到了，锂离子们开始堵车，这般内耗会增加电池内阻，自然可以向外输出的电量就变少了。而今天测试的钠离子电池或将破解这个窘局。透过橱窗可以看见，测试电池在严寒中努力表现。钠离子经电解质的传导涌向负极完成充电，再返回正极实现放电。不惧严寒的钠离子自如地摇摆于正负极之间，怡然自得。工程师欧阳楚英正要看看他亲手创造的这个电池界的新物种到底可以坚持多久。一般会怎么样？它40度，目前来看半年不是问题。相比电池近200年的发展历程，半年时间算不上长。1800年，科学家把铜核心堆叠用浸泡过盐水的纸隔开，制成世界上第一块电池，那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化学能和电能结缘，后人沿着这个方向奔跑，发明的电池让人眼花缭乱。作为区分，人们通常以材料组成为电池命名，材料对电池的影响可见一斑。铅酸蓄电池是世界上第一块可以充电的电池。世界上第一辆电动汽车随之而来，比燃油车出现早了近半个世纪。可铅酸电池能量密度低，仅能支撑极短的里程，
电动汽车因此错过了先发优势。后来以镍为电极的一系列电池相继问世，五花八门的镍系电池虽说能量密度有所提高，可是要么成本高，要么寿命短。更可气的是，那个时候的镍氢电池，它总会自动保存最低的充电和放电记录，偷偷缩短充放电的极限。至此，尽管科学家绞尽脑汁，电池还是不堪造就。直至20世纪末，美国物理学家 Golding Knuth 驯服了活泼金属锂，高能量密度、长寿命的锂电池这才姗姗来迟。从锂电池开始，人类真正摆脱了线缆的羁绊，随身携带的电子产品开始流行，电动汽车得以重归江湖。到今天，锂电池如雨后春笋，可作为它的主要原材料，锂在地壳中的含量不足万分之一。作为世界最大的电池制造国，中国早在10多年前就未雨绸缪，把目光投向和锂有着相似化学性质的钠。与锂不同，钠以带电离子的形式广泛分布于海洋与陆地，通常与氯组合成盐，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丰富人们的味蕾体验。进入人体后，维持新陈代谢和生理功能。虽然我们对钠并不陌生，但用它做电池前所未有。欧阳楚英关于钠离子的梦想被安置在这座仿真模拟中心。不同于传统的实验，运用仿真程序，结合过往积累的大量实验数据，对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进行筛选、组合、模拟测试，大数据的加持，让电池的研发按下快进键。短短10个月内，欧阳楚英和他的助手们就通过数据手段筛选确认了钠离子电池的材料体系。这是我们用这个精细原理分子动力学的结果。由于钠离子半径比较大，在位置决定性质的元素周期表上，钠和锂虽然只差了一行，但钠原子半径远大于锂。首先要做的是找到可以提供更大空间的负极材料，以便孔径更大的钠可以自由进出。硬碳为什么可以？硬碳实际上第一，我们靠的是硬碳，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多孔，这种小孔。正极要添加其他元素，屏蔽钠与钠之间的作用力，以保证正极结构不会因钠的进出而变形。现在钠离子电池的话，它也是三元材料，它甚至会更多四元。它里面主要有这么几种，一个是镍，一个是铜，一个是铁，一个是锰。这些可能会比较多。原本格格不入的钠离子在新的材料体系中终于可以随遇而安。而低温测试是钠离子电池产品上市前最后一个关卡。我看这个容量保持率还可以吧？能达90%。数据显示，钠离子电池在不间断充放电2000次后还能够健康的运行，这样长的循环寿命足以让钠离子电池名垂青史。不仅如此，数据还显示钠在低温时的流动性优异，与之正相关的是电池的放电效率，这和锂电池在寒冷中懒散又娇弱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第一条钠离子电池商业化生产线闻讯而动，把固体的钠材料进行真空搅拌，得到的泥浆被均匀涂抹在以每分钟80米的速度向前行进的薄质膜布上。卷绕，分切，
装配、焊接、注入电解液。第一代单体能量密度可达160瓦时每千克的钠离子电池整装待发。工程师们已经在为他们谋划应用场景。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低温它性能比较好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把它用到南极去，或者用到那种非常高的这种山峰，珠穆朗玛峰，或者说我们的这种喜马拉雅山上去。当低温不再是问题，钠离子会让电池的触角伸向更远。在清洁能源高速发展的今天，钠离子电池的发明恰逢其时。自然界丰厚的钠深入电池中，把绿色电能储存，可以固定的堆放，也可以移动行走，终究是让人类距离低碳时代的能量自由又近了一步。城市交通中还有一个常见的身影，他们穿行于大街小巷，或许速度不快，但却方便着人们的日常出行，使命必达。这辆车有些特别，25公里的最高时速可以连续行驶120公里，无需充电或者更换电瓶便可继续工作。奥秘来源于一种新型能源。氢气进去以后啊，就和这个我们的材料形成化合物，它本身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轿车的汽油箱。材料科学家周少雄过去的5年间带领团队深耕于氢能源领域，刚刚那辆小车的能量就来自他手中这个约0.9标升的氢瓶。在地球起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氢元素，构成了宇宙1/4的物质世界。2个世纪前，人类就关注到氢，并把这种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当作能源使用。先是1807年，瑞士人制造了使用氢气的内燃机汽车。到了20世纪50年代，氢能大量应用在航空航天。我国的长征2号、3号、5号运载火箭都是用到了液氢作为燃料。在碳中和背景下的今天，氢变得更加炙手可热。因为氢混氧气直接燃烧，热值高于煤炭和石油，生成的产物仅仅是水。氢和氧同时进入燃料电池还可以发电，但危险与挑战并存，氢气易燃易爆，氢能的储存运输亟待解决。周少雄要做的事情是将氢气以固态的形式进行存储。大家可能误解，就说我们说氢气有气态有液态，但是固态储氢实际上是一种材料储氢啊，实际上是我们把气体这个吸附到或者是通过化合反应进入到固态材料中去啊，所以它不是氢气本身变成了固态，而是氢气进入了固态的载体。肩负储氢重任的是一种金属粉末。氢气既可以深入其原子间隙，与之形成化合键，也可以按照人们的旨意与之告别，前去发热发电。这个过程仅在略高于室温的条件下就可以完成。回到制作这种粉末的起点，
按特殊比例配置的金属材料，经过0.5小时、1500摄氏度的真空熔炼，融化的金属浇筑到通有冷却循环水的模具中。等到它们凝固成型，工人们用铁锤将它们取下。此时，材料中的各种元素已达到均匀稳定的状态。破碎机以50赫兹的频率进行运转，金属碎片不堪震荡，化身直径小于2毫米的粉末。每个储罐可以装满3公斤粉末，存储氢气55克，重复充放氢5000次。对于中国人，存储氢气不只有一种选择。向东南90公里，另一座工厂正在制造存储气态氢气的容器。长约12米，直径60厘米，厚度为5厘米的无缝钢管，通过电磁感应系统已完成初步加热，管口的钢材逐渐达到锻造温度。随后喷枪开始工作，1000摄氏度的高温火焰如同利刃，耐心地将坚硬的线条打磨出均匀的弧度。10分钟后，瓶口已经成型。像这样的一根钢制容器，可以储存气态氢气500多立方米，足够一辆氢能重卡行驶500公里。但受到重量的限制，这种钢瓶适用于工业冶金、加氢站等固定场所。便于携带的是另一种储氢容器，3段长0.5米、直径30厘米、厚度为6毫米的塑料圆管被固定，在高温和压力的相互作用下，连接处的坯料慢慢融合一体。碳纤维材料按照预先设计的路线，以每分钟200米的速度将塑料内胆紧紧包裹，直至缠绕铺层达到设计要求的强度。塑料和碳纤维都不是什么新发明，但当塑料的轻便搭配上碳纤维优异的强度，它们组合出击，就是另一种安全高效的储氢装置了。据能源机构预测，到2050年，氢能在全球整个能源结构中占比将超过12%。在中国，氢能源无人机已经上岗高压线网巡视。城市里的2轮单车、4轮客车和城轨列车也都轻装上阵。氢能源的发展与应用，中国正在加速向前。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发现磁石能够吸引铁屑。据《梦溪笔谈》记载，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指南针是开启航海时代的伟大发明，更将世界贸易和文化交流推向新的高度。19世纪，科学家发现通电导体可以产生磁场，这原本只是一个科学发现，却在后来衍生出一系列工业发明，逐步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如今，磁早已无处不在。在电磁体之后，
又出现了永磁材料，这是一类经过磁化就可以长久保持较强磁性的材料，而磁性最强的永磁材料是稀土永磁材料。它的出现让人类和磁的故事又开启了新的篇章。用永磁体开发的电机高效又节能，人们对它青睐有加。装配了800千瓦永磁同步牵引电机的高铁，整车可以节能超过12%。从北京到上海，单程节约用电超过5000度。不仅高铁，在能源装备上，永磁电机同样发挥巨大作用。可以说，稀土永磁材料被誉为节能时代的幕后英雄。结构能做出不同的，你像多层的，对吧？刚才你说的这个合壳的，对，哎，它方方面面。目前广泛使用的稀土永磁材料，是围绕稀土铝开发的铝铁硼永磁材料。但是铝储量稀少，并且价格居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带领团队，早已开始未雨绸缪。包头矿里头的，市占了53%，蓝是25%，现在最大的铝磁体的只有16+1.88，全用上的话不到20%。李卫选中的是稀土界的一匹黑马，是这块的这个铝是多的，这块是是。是在地壳中的含量仅为0.0046%，但却是丰度最高的稀土元素。在世界稀土之都白云鄂博，是的含量高达50%，是和铝相伴相生，却比不上铝广受追捧。是长期无人问津，据统计，我国每年闲置的稀土是达数万吨。是这个元素，它的天生基因就可能就是不是太好，所以它的就是抗退磁的能力是比较差，就是它发展的这个动力是有两条。作为分子分母的话，可以说是分子上是可以从性能越高，但是我的成本如果是越低，我也会越强。衡量永磁材料的两个核心指标是抗退磁能力和磁能基。这恰恰是稀土铯的两个短板，简单理解就是它可以瞬间获得很强的磁性，但却没有能力把强磁性留存体内。另外，想达到相同大小的磁场，铯的用量会明显高于铝。不过对于专注于稀土永磁材料研究几十年的李卫院士而言，这些都不是难题。他曾经参与并见证了中国山磁体、铝磁体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转变，开发的共性关键技术，实现了先进特种永磁材料从替代、超越到创新的跨越式发展。对天性不足的铯，李卫因势利导，过去10年不断优化铯磁体的配方和制造工艺，已经将铯磁体的性能显著提高，并投入批量制造。他现在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永磁体中铯的占比，让经过驯化的铯更大程度取代资源相对匮乏的铝。这里是全球最大的铯磁体生产基地，今天李卫院士将在这里向新的目标发起挑战。他即将尝试把铯的占比前所未有的提高到50%。铯、普兰等元素按比例投放至真空熔炼炉，1400摄氏度的高温，它们融化成液态，向下倾斜，滚烫的铯合金液体经旋转的圆滚向外飞溅。以液滴为单位冷却，这种快速凝固技术可以让内部形成的晶粒更加细小。这是李卫院士带队创新的重要工艺之一。把金属片研磨，制得粒径仅3微米的粉末，在无氧的密封箱中，每800克粉末集结并被压制成块，
再由工人将一个个小块搬运到30厘米见方的石磨盒内，他们通通被送进烧结炉。炉内超过1000摄氏度的高温，把粉末推向融化的临界点，颗粒间的距离拉近，直至粘结成一体。它们化零为整，已经团聚成坚实的块状磁体了。再经11道复杂的工序，市占比超过50%的稀土永磁材料制作完成。量产的试磁体被第一时间送到实验室，角完力、磁能机等各项指标均非常理想。未来，物美价廉且性能优异的试磁体将被用来制造各类器件，应用到交通、能源、电子信息、医疗、航空航天等装备之中，为智能制造和节能减排、发展绿色低碳经济贡献力量。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那我们中国的稀土就跟中东的石油是一样的。虽然这个行业很小，但是它影响很大。稀土的发光啊，稀土的这个储氢啊，稀土的这个催化，包括结构材料里头，稀土钢、稀土的这个铝合金、稀土的镁合金也有很大的这个发展。事实上，稀土并不是土，而是元素周期表中17种金属元素的总称。这些元素个个身手不凡，优异的磁性能仅是它们的优势之一。此外，在光电生热方面也拥有出众的表现。少量取用，即可润物无声地将材料的性能显著提升。稀土因此得名工业维生素。在冶金、军事、石油、化工、农业等众多领域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今天，李卫用富有的士代替稀少的女，这不仅会大幅降低稀土永磁材料的成本，更大的意义在于，这将极大地推动稀土永磁材料的可持续发展和稀土资源的平衡利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是先贤的智慧，也是中国的材料科学家们坚守的法则。绿色不仅成为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温暖底色，还将绘制出充满诗意的美好未来。